我去了我妈的公司，你又不知道，我妈还找了个女魔头天天管着我。顾嘉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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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今天不许下班。行了，我之前觉得她就是一个只会工作的机器。你刚才许的愿不会是跟工作有关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后面发现她越来越不一样，虽然有时候羞羞的，但又憨得可爱。尤其看到她脆弱的时候，我就是个爱物呢。我不会谈恋爱，我甚至会心疼。我也不知道怎么爱一个人。我喜欢谁不喜欢谁，我自己非常清楚。我有时候也不太清楚。心跳触碰法则，利用恰当的肌肤接触，点到为止。这招对男人尤其有效。送给你的。你知道仙人掌的另一个话语吗？是将爱情进行到底。其实那天在露台上，我听到了许愿对你的告白，那一刻我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我生怕你就答应了他，也真怕我就没有了机会。我知道我和你认识的时间远没有许宁远那么久，但我希望我能够弥补他比我早认识你的那六年。赵正月，我喜欢你，我可以好好工作，我也可以变成熟，我可以成为让你信赖的人。在我心里的金字塔，你早就住在大街上了。不管发生什么也不放手，故事怎么了，到了这时候为什么还没有爱的结果。也许我应该学着接受，相爱也不一定走到尽头，是我们错了，爱情却没错，到最后发现我Thank you.